要说迄今为止我最喜欢的 Windows 掌机是哪一台，那一定是 GPD Win Mini 2024版。它不是我玩的最多的机器了，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除非它推陈出新换代升级，否则我会永远留在身边的那种喜欢。当然这机器吧，玩游戏的话持握手感一般般，办公呢屏幕又太小，键盘也略显局促。虽然不影响我对它的喜爱，但是除了出差之类的场景，我开机的次数是逐渐在变少的。今天这款机器也是一台迷你笔记本 UMPC， 它的尺寸要比 Win Mini 大上一些，但是跟传统笔记本相比还是要精致小巧许多的。我是对于一切迷你的集成度高的电子产品都无法抗拒，这台机器可以说是长在了我的心趴上。你永远可以相信 GPT 对于集成这件事情的狂热，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领略一下 GPT Pocket 4的魅力吧。整机拿在手里第一感觉是做工扎实，机身大部分区域都为金属材质，底部为 GPD 常用的质感不错的塑料，从正面看过去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背部第一感觉拼接痕迹有些重，接缝处等细节不是特别完美，当然不排除内侧机的问题，正式版应该会比内侧机更加完善。整体颜值我个人比较喜欢，理工风没有花里胡哨的点缀，感觉比较硬核。机身尺寸比我想象的要小一些，长20厘米左右，宽14厘米左右，厚度2厘米左右，对比日常物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它的重量在780克左右，结合迷你的机身，便携程度是要好于传统笔记本的，装在包包内基本不会有携带负担。机身 A 面仅有一个镜面材质的 logo， 顶部左侧边缘处有一颗运行指示灯， A 面布置是单手开合，比较紧，感觉有一定磁吸感。 C 面处有一个凹槽切割，方便我们开合，屏幕可以展开至180度。我这台内侧版转轴处是可以逼死强迫症的，拆开调整一下会好很多，但还不是特别完美，希望正式版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好在转轴阻尼感非常扎实，可靠性感觉还可以。展开后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块 8.8 英寸2560x1600 分辨率 144Hz 刷新率的窄边框屏幕，这是一块 IPS 触摸屏，支持10点触控，触控采样率感觉还可以，比较顺滑。实测屏幕亮度最大可达500多尼特，色域覆盖可以达到接近 100% 的 sRGB 与 90% 左右的 DCI-P3， 是一块原生竖屏，布置是 AMD 可变刷新率技术。调光方面在1/4快门下检测全亮度无频闪，可以放心使用。综合来看，这款屏幕跟联想掌机参数基本一致，屏幕实际观感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需要 6500K 校色文件的小伙伴可以私信我，另外正式版出厂应该是有主材校色的。在屏幕左侧拥有一颗摄像头，没错，这就是 GPD 对于集成的狂热的开端。这个摄像头可不是普通的马赛克摄像头，它支持高达 2592x1944 的分辨率，视频效果还可以。使用摄像头时下方还有亮起指示灯，搭配 C 面右上角的麦克风，实际音视频表现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下面就到了这台机器最精彩的部分，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，在屏幕下方转轴处有一根粗粗的铁柱，它可以允许我们逆时针旋转屏幕至180度，然后啪，哎，它就变成了一台有一定厚度的平板电脑。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手持转轴位置用起来还是挺舒服的，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。但是物理学还是存在的，接近800克的重量，长时间端着必定会手酸，但是我们可以放着用啊，可以立着用啊，还可以反着用啊，总之可旋转屏幕的灵活性和实用性还是实打实的存在的。机身 C 面键盘，字母区域按键大小比较常规，打字几乎可以直接上手，数字区域为半高，结合了 F 区，还结合了一些标点符号，可以通过 FN 或是 Shift 切换。数字区上方安排了功能键，其中一些结合了两种符号，整个键盘符号的输入可能需要学习适应一下。另外方向键上下为半高，也结合了第二种功能，空格 Shift 等大键都稍短一些。键盘支持开关白色背光，很实用，就是斜着看过去有些区域会有点漏光。有点遗憾的是大写锁定键没有安排指示灯，不过系统是有提示的。结合这个机身尺寸，键盘集成度已经非常高了，键盘打字手感非常扎实，回弹饱满，反馈清晰，键程大家可以目测一下，打字声音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键盘上方为 logo， 右侧为触控板，不支持下压，但支持多指操控。 logo 左侧分别为鼠标左键、滚轮下压、鼠标右键，手感也类似于键盘按键。大家可能会有所困惑，为什么触控板放在了右上角，又为什么在左边安排了鼠标按键？其实 GPD 给了这个产品另外一个身份，掌机，掌上办公机，而不是掌上游戏机。我们可以双手持握机器，用右手大拇指控制触控板，用左手大拇指点按鼠标，这样可以提供比单独操控触控板更高的效率，同时大拇指也可以覆盖到全部按键，二指禅打个字也没啥问题，端在手上用，屏幕离眼睛比较近，也不会觉得屏幕太小。我是很喜欢这套解决方案的，随身带着应急处理一些必须用电脑完成的事情，效率要比 GPD Win Mini 好很多。那假如我们想用它玩游戏呢？首先我们可以在笔记本形态下用键鼠游玩，它的优势是尺寸相对正常的键盘，完全可以游玩， 8.8 英寸的屏幕也还可以接受。其次我们可以在平板状态下游玩一些绿色文字冒险游戏，戳屏幕触屏就可以了。
最后我们还可以在平板模式下增加一个拉伸手柄，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台真掌机，搭配小鸡G8加，重量超过了1000克，但手柄握持很舒适，是一个能用的还不错的解决方案。不过大家记得机器需要夹得靠上一些，要把散热进风口露出来。机身地面有4个防滑脚垫，中上部为散热进风口，一共有2处开孔。拆下后盖可以看到内部采用了单铜管单风扇的散热模组，散热能力后面测试。电池上方有一个2280尺寸的硬盘位， PCIe 4.0x4 规格，仅支持单面颗粒固态。刚刚右侧的散热进风口就是为硬盘准备的。下面到了我最喜欢的部分，盘点机身接口。首先机身正面边框右侧拥有一个机身的指纹解锁的电源键，机身左侧拥有一个 10Gbps 速率的 3.2x2 A 口，一个 HDMI 2.1 接口，一个 BIOS 复位孔，机身右侧拥有一个 USB-A 2.0 接口，一个 3.5 毫米音频接口，以及一个 GPT 祖传项目挂绳孔。机屁股上从左到右依次是 2.5G 网口、散热出风口、 10Gbps 的 3.2x2 C 口、充电指示灯、 40Gbps 速率的 USB-4 接口，以及一个 TF 卡插槽。其中 USB-4 接口可以外接显卡扩展坞，两个 C 口都可以提供90瓦左右的供电。 TF 卡插槽读写闪迪 TB 黑卡速率如下。在如此之小的机身上， GPT 给到了 2A2C HDMI 网口、读卡器、耳机孔，并且大部分都为高规格接口，可谓是十分良心了。不止如此啊，它的 TF 卡插槽位置是模块化设计，我们可以购买不同功能的模块自行替换。除了读卡器，官方还提供有 KVM 模块、RS232 模块以及 4G SIM 卡模块，可以提供更多使用场景。扬声器位置位于机身两侧，实际的表现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目前官方还没有调好 DTS 音效，在音量较大的时候还会有些杂音，正式版应该会更好一些。配置方面，我手中这台内置了 AMD 最新的 AI9HX370 处理器，拥有强大的 890M 核显，搭配了 LPDDR5X 7500兆赫兹内存。我手中的为 32G， 来自美光，硬盘来自凯霞，实测读写速率如下。无线网卡使用了英特尔的 HR210， 电池容量45瓦时，实际续航后面估算。整套配置跟市面上主流旗舰轻薄本相当，是当之无愧的性能小钢炮。散热与性能释放方面，官方宣传热功耗为28瓦，我们设置28瓦 TDP， 单卡 FPU 时 CPU 功耗最终可以稳定在28瓦，在室温27.6摄氏度下 ，CPU 温度最终可以稳定在82摄氏度，风扇噪音在50分贝左右。此时键盘左侧最热区域，缝隙处的金属温度在44摄氏度左右，键帽温度40摄氏度出头，键盘上方包括触控板位置温度控制的不错，在40摄氏度以内。如果是手持 ，CPU 温度会下降至76摄氏度，此时机身左侧边框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，右侧边框36摄氏度左右。背部手会接触到的位置温度控制的也很好，比较热的一侧温度在40摄氏度出头，背部最热位置集中在中间靠上的地方，这里手是碰不到的。28瓦掌机模式持握问题不大。另外我们可以通过键盘快捷键开启静音模式，开启之后风扇噪音会下降至40分贝出头 ，CPU 温度最终会稳定在92摄氏度。在双烤测试中压力要小一些 ，CPU 温度会下降至70摄氏度，风扇噪音没啥变化。整套散热模组官方还在继续优化，会进一步提升散热能力，降低风扇噪音。目前的状态大家简单参考就好。性能方面我在 GPT Duo 这期视频中有详细测试过，无论是低功耗性能还是极限性能，都要比 7840U、8840U 或者 Z1E 强上一些。在28瓦下 ，TimeSpy 显卡得分为3403分 ，CPU 得分为9486分 ，CPU-Z 单线程得分768分，多线程得分7127分。因为本频道的游戏属性，具体性能和续航大家可以参考接下来的游戏测试。在黑神话悟空、黄风岭场景下，设置 1080P 低画质预设，超采样清晰度70，开启真生成，12瓦 TDP 就可以跑到40帧左右。在剩余电量40%多的情况下，整机功耗25瓦左右，续航大约1小时50分钟。而相同设置下 ，Z1E 需要17瓦 TDP 才能达到差不多相同的帧数。此时 ROG Ally-X 整机功耗在27瓦出头，续航约2小时50分钟。不得不说，80瓦时电池确实强悍。如果设置15瓦 TDP， 我们就可以以40帧左右的帧数干银虎了，被银虎干了。此时整机功耗在30瓦左右，续航约1小时30分钟。而此时 Z1E 需要21瓦 TDP， 整机功耗超过33瓦。如果设置20瓦 TDP， 帧数则可以上探到50帧左右，整机功耗37瓦左右，续航约1小时10分钟。Z1E 设置27瓦才能达到差不多的帧数，此时整机功耗需要42瓦。如果设置最高28瓦 TDP， 帧数大多数情况都可以稳定在50帧以上，非打斗场景帧数可以超过60帧，但是续航仅有不到1小时。Ally-X 这边开满30瓦也无法跑到60帧，大家需要注意一下，黑神话悟空只支持16:9，所以 POCLIS4 屏幕上下会留有黑边，并非屏幕边框。由此来看，370处理器在低功耗和极限性能上都有一定优势。目前来看 ，POCLIS4 整机功耗偏高一些，但是我手中的还是内测版机器，不知道正式版周边功耗能不能再低一些。
当然黑神话悟空比较吃配置，在性能需求较低的游戏中，比如生化奇兵，我们甚至可以在 1660p 原生分辨率下以高画质预设游玩，设置13瓦 TDP 帧数就可以来到60帧左右，续航约1小时40分钟。在性能需求极低的死亡细胞中，4瓦 TDP 就可以在 1660p 原生画质下畅玩，帧数在60帧出头，此时整机功耗11瓦出头，续航在3小时50分钟左右。如果设置5瓦 TDP 帧数就可以来到90帧左右，续航大概3小时20分钟左右。另外我也测试了一下锁5瓦功耗在线播放 4K 视频，亮度 50% 时整机功耗在11瓦左右，续航可以达到4个小时左右。大家注意，以上所有测试都是基于我手中的内测机，并不代表最终正式版，如有不准确的地方，玩家和厂家请放过。总之啊，这又是一台让我爱不释手的机器，我对于掌上设备，尤其是掌上电脑是有情怀的，我是真的喜欢。不过对于这台机器，我的使用场景应该不多，更多的是玩具属性，是枕边的陪伴，或是出差的好伴侣。这款机器售价并不便宜，毕竟 GPT 是有认真堆料的，加上集成度高的小众产品成本也要高一些，兄弟们结合自己的使用场景理性分析，理性消费。好了，下面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